你圆不圆？我也搁这挂着了。我不圆，你圆吧。我圆。啊，你圆吧。我练一练我的满面艳蓝。OK。正好一会儿吃饭，哎，完美。真圆呢？圆呢？我操！这打不过，等一会儿啊！来几个水友，兄弟们！来几个水友，打一打那个，蛇。打打蛇，蛇。弄领点东西啊。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，不必匆忙。直接打吧，兄弟们，不用等我，直接打蛇。不用给我面子，直接打。欲买桂花，快打！我们时间有限。这边有个箱子，我把那箱子拿了。看了，你们先在这。然后箱子一会儿我们再拿。满面的夜蓝，随便来个四件套，整点血量，随便打蛇。对呀，所以我现在我正在把夜蓝升级呢嘛。夜蓝生命值提升百分之，夜蓝是生命值越高伤害越高，是不是？哎呦我操！青龙闪开！惊动万象，云影。那夜蓝这英雄不无敌了吗？又加血，完事儿，伤害还高。固若金汤，那这是一个 bug 呀！千里长驱，OK， 各位兄弟们啊，一会儿再来打，要打好几个呢，要打好几下呢，我们先去捡点儿。海螺的，来捡点海螺啊！等会儿，哎，我记得可莉也可以看见那个东西的呀，就地上能有这东西。昨天点完了，没有是吗？去别人家捡，加个好友，兄弟们。加个好友10260808047。
K， 世界等级八级可以加入。好重，降个级。带太多了吗？降个级。降级，降级。这点点给他点了。要和可莉一起去炸鱼嘛，虽然被抓住就是一整天的禁闭，但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参加活动，特点活动可得原始奖励，怎么得？好重，炸弹带太多了吗？这给多少原始啊？拍摄六张人物画封片，那随便拍一个呗，画册啊，要拍个画册。六秋银，哎，不，没告诉我要拍哪个呀？那怎么办？去下一个？怎么去下一个呀？啊，去二级。当前剩余体力啊，体力。哎呀，给体力，每日完成两个每日委托，完成两个每日委托。嘟嘟可在哪里？爱只野猪。要和可莉一起去炸鱼嘛，虽然被抓住就是一整天的禁闭，但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嗯，说实话兄弟们，这些小任务啊还是挺不错的。比较适合我二次元。比较吸引我二次元的这个。可莉今天又勇敢地抓到了花纹奇怪的蜥蜴，从没见过这种图案，你要看看吗？邮件。好友。申请加入，你在多人游戏中啊，等一会儿啊。嘟嘟可在哪里？怎么退来着？多人游戏怎么退来着？哪个来着？J， G。F2 先撤了啊，兄弟们。OK， 拿点海螺，
发现你，别发现我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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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呢？往哪边走？不必心急。带路，带路啊！带个路，带个路。哪儿？不必心急。好嘞。不必心急。秋秋银，我这种不应该算是隐身吗？怎么还能看见我？不必心急。好了，这不捡了，还哪儿有待着？那边。别喊疼，前面有。啥玩意儿？谁打兵？谁打兵不是冻结吗？试一试呗。还油没油了？我油了啊，还有一个，丝线交织。我油了啊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记着这边还有哪边来着？
删了，没有。有点冷吗？不能把外套披在肩上了。乌云阁，走。乌云阁在哪里啊？飞。刺眼的阳光，好烦人呢。这样一来，我可没法打盹了。哎，好烦啊，琥珀也要啊。拒收并蓄。那我一看这原神这游戏啊，不直播玩还没法玩呢，打自己也打不过。材料有的还得拿，得跟你们一块拿呀。摆这儿呢，安如磐石。右边，前面，你了吧？这个看不见呀、啊，这得点三顶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山顶上是个花吧，我记得是个花。要不是清新没了，再来个兄弟们把他这花给他拿了。这么高，这边也有，他哪？哦，来了。这边走一圈，从这边开始走。哎，从那边开始走。这边多呀。
走。哪呢？没了，没油了，还有吗？对面儿，不行，这水不能不行。谢谢，走了。哎，别走，打个蛇，打个蛇呀！走，打个蛇。打也打不过是吧？打得过就是打得慢，有什么打不过的？咋瞧不起人？你不必心急。一会儿再踩90级，给叶兰升到90，我们就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再给他合成了，这个再多打几个就完事儿，无敌了。兄弟们，你也没啥天赋啊，天赋还得整呢。哎，来，再来个兄弟，降个级。五月的夏天，五月的夏天呢，不说话呢，给他删了，怎么删来着？兄弟们，重新加一遍。我们需要一个七级的世界，怎么给它删了？
四云山。点头像。哦。赤云山在不在？赤云山，赤云山在吗？赤云山，让他们死麻烦呀。啊，够啊。折中。赤云山怎么不说话呢？18岁美少年，我加他。好运连连，好的。怎么在这里呀，兄弟？孙悟空，我是孙悟空啊。不必心急。Thank you.